今天来废品站了，今天太冷了，阴天了。对，好看今天收到啥了，不是很忙。今天看这是收到个啥，哟，这个叫好多那个房呀。对，暖气那个哟，这是新的人。嗯，是吧？对，看着两家像新的。新的，你看里边一点锈没有。哎，对对，这就是干净的，干净的，新的。这是暖气上那个阀吗？暖气上的。啊、嗯。这是不是很好吗？对啊，拿来卖铁可惜了。嗯。这是个啥？这也是。啊。嗯，新的了。好、哦。这是一个键盘嘞。这么高档嘞，哟，是个键盘，老坑的哈。这个键盘造型很简洁，是吧？嗯，商务版。对，这办公室里放着嘞。嗯，这是啥？打不开了。儿童早教机啊，对，双语儿童早教机。嗯，好了吗？坏了，这东西都淘汰了。看着有年数了。嗯，他带着这个鼠标，挺好的。嗯，电子秤。电子秤。这个电子秤一般最大的能。成多沉的东西，这个听着好像是塑料的。这上面应该写着吧？估计不能很沉的东西，有5公斤差不多。30千克。30千克。最大称重30千克，最小200克。行。看这是啥？哎呦，好，看着很高档嘞。唇膏。唇膏吧。这个有唇膏吗？里边有东西、啊，有哈，没有，空的，空的，但是纯唇膏的，但这个盒子挺好看的，挺好看。朋友们，这视频到这里吧，今天没找着很好的宝贝，因为今天收的东西不是很多。好了，看下个视频吧，拜拜各位。